3月31日晚，谢娜更新微博，上传了几段自嗨唱歌的视频。视频中，谢娜戴着一副硕大的太阳镜，穿着黑色外套，坐在一辆车上，似乎是去录节目。在她的身边坐着老搭档何炅。谢娜一边自拍，一边听着车内的音乐，忘情的演唱。而镜头几次掠过身旁一脸茫然的何炅，何老师似是被谢娜的魔音所震撼，面无表情，画面十分的搞笑。网友看后纷纷评论，何老师一脸嫌弃，肯定是在想，这货还没给我生出干儿子就傻了，可咋办？何炅的眼神好哀怨呢，娜姐该吃药了。而在谢娜的坚持不懈之后，总有转机。在 N 首歌之后，何炅也终于开始认可谢娜的音乐，并且不知不觉地融入到了谢娜的歌声里。